身为勤俭持家的台湾好媳妇哈，这个台湾好媳妇花妈我哈，最爱省钱，最会找便宜了。像是那天在超市，我正好看到，哎呦，这翁来这个凤梨哦，一颗90，一箱6颗，只要400块啦。后我马上给他买3箱3箱啦。I bought a lot of pineapples。哎呦，我买了一堆凤梨啦，哈哈哈。哎呦，这个橘子一看到就给我在那边崩溃，说什么他会吃腻，真的是我怎么有这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女儿啊？英文里面说很多呢，我们可以使用 many 或是 much。比方说呢 ，I have many pens， 我有很多笔。或是呢，我们可以说 I don't have much money， 哎呦，我没有很多钱啦。哎，我们呢有没有注意到 many 跟 much？使用上呢要特别留意后面加的是什么样的名词咯。 many 呢我们要加上可数的复数名词，而 much 则是要搭配不可数的，比方说呢像是时间啊金钱啊。那有没有一个用法呢是可以可数不可数都可以用的呢？当然有咯，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使用 a lot of 这个片语来表示很多咯。例如呢，我们刚刚开头说呢，花妈我买了很多凤梨哦 ，a lot of pineapples， 很多凤梨。那注意到这时候我们接的是可数的复数名词。那如果要接不可数的呢，我们可以说 a lot of money， 很多钱哦。a lot of 这个片语呢，可以接可数，也可以接不可数咯。那 a lot of 这个片语呢，也可以代换成很多其他不同的形式。你也可以说呢 lots of， OK， 我们呢不在前面加 a， 而是在 lot， 在我们的 lot 后面加上 s， 意思是一样的。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in this room， 房间里面呢有好多人哦。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this room， a lot of， lots of， 意思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了，我们一定是在这个 of 后面呢再加上名词了。如果呢没有 of 的话 ，a lot 或者是 lots，OK，这个时候呢它就变成名词或是副词的用法喽。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拿来修饰名词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这个例句哦。比方说呢，这个花妈我的朋友三下太太呢，哎呦，她嫁女儿了，哎，我们全家呢要去参加婚礼，要准备出门了。那个柚子竟然给我穿球衣球裤要去参加婚礼，吼，气死我！赶快去给我换成西装啦。This is a lot better。哎呀，穿西装这样看起来好多了。这边的呢 ，a lot 我们就是用来修饰形容词 better， 好多了这样子的感觉哦。那这边呢我们也可以换成 lot， 是一样的意思哦。在这边呢我们就是当作副词来使用。那么当作名词呢，比方说呢家里哦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吃， We have a lot to eat。 在这边呢我们 a lot 可以呢是 a lot of food， 很多食物，或者是呢 a lot of pineapples， 很多凤梨哦。但是呢我们没有特别说是什么东西，很多什么东西可以吃哦，我们呢就直接说 a lot 来表示很多。那一样呢可以用 lots 来代换，这个就是我们名词的用法了。总结一下呢， lots of 或是呢 a lot of 可以呢拿来修饰名词，表示很多的什么。注意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上 of 哦。那如果是单单只有 lots 跟 a lot 的话呢，则是可以当作名词或是副词来使用咯。